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中央新闻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4年哦，9月21日，旧历的8月初9，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32岁江西男子开着粪扫车，疑似车速伤过紧失控并车，搁直接撞向对向的游览车。这粪扫车并且粪扫物水流到规马路，现场是臭毛毛。中华县议会21日开始召开临时会，审查103年度中华县政府总决算，新计划嘛来提出总决算报告，以及未少甲民众有关系缺失。台湾国乐团来到埔盐乡，伫咧青仔树下举行音乐会。台湾国小的学生以及台湾囡仔歌的创作者是福晶，嘛受到邀请来演出。后来，乡亲，这新闻首先来看彰化市中山路21号中道发生一件这便车事故，一台粪扫车疑似转弯哦，无来减速，造成车身规台起起，刷落来就来便车，又搁弄到对向车道的这一台游览车。好佳哉，无人伤亡。这粪扫车的司机讲，被救出来的时阵哦，这规身躯哦拢是酒味，意识无清楚，是毋是这啉烧酒开车肇事？警方搁爱再调查。粪扫车并车倒伫彰化市中山路南下的车道顶端，对向游览车的驾驶座的车窗嘛，被弄破，交通是大拍夹，恶臭的气味拢走走出来，和过路的民众嘛，赶紧鼻仔阿妹，赶紧离开。你想啊，只要你鼻子正常的话，当然会觉得很臭吧？因为它滑，一直滑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快要滑进来了，对，超恐怖的。21号中道一台张姓驾驶开的民间粪扫车，唔知影什么原因，突然间失控并车，出10多公尺以后，大力弄到对向的游览车，搁弄到路边停的小货车，最后才冻掉嘞。张姓驾驶也被弹出车外，规身躯拢是脆伤，被送医急救。粪扫车并车来弄的。就像还弄掉，我为你家咪改动过嘛。我们看到这来反应不及了，回到店里，我再说，我再变。我准备去等下收店啊。脑部，内部是还 OK， 但是胸部里面有一点点的气胸跟血胸，还有肋骨的断裂。那腹部目前看起来有微量的挫伤，就是内部的内脏的挫伤。那我们后续还需要进一步再观察病人的变化。那现在就是要用药，先用药物处理。被撞的游览车廖姓司机手肘头啊嘛，被挂着伤，好佳哉伤势无严重，车顶20多名乘客拢无受伤。警方根据监视器初判，疑似是粪扫车转弯的时阵车速伤过紧失控并车，是毋是有啉酒开车肇事？警方需要进一步厘清。大壮新闻台门清中华彩虹报道。中华县议会21号开始召开临时会，审查103年度中华县政府总决算。新计划哦，嘛来指出几啊条的建议，包括土地、农地违法使用成效不彰，也佮有这坐头式的提供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拖累财政。就连这中华县到现此时，拢无花种场以及污水下水道建设慢吞吞，嘛拢予这审计单位哦提出来检讨。彰化县议会对21号开始召开临时会，新计部彰化新计划嘛来提出彰化县103年度总决算的报告。虽然预算的执行率高，不过新计划嘛提出真侪甲民众息息相关的缺失，包括农地违规使用、管户出地成效不彰、彰化到即马也无设置火葬场，也阁有免费营养午餐、坐头式的补助无符合公平正义。另外就是污水处理的设备建设缓慢等等，拢需要检讨。其中特别是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严重拖累财政，上需要改进。但是对整个财政的一个负担这一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自筹财源只有36%，所以没有排付的话，吼，会造成我们整个彰化县日后财政的恶化。所以我们这边审计室提出的一个审核意见，在这一方面也能够希望县府这边的，能够审慎来研议，对免费的营养午餐方面，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研究吼？因为新竹县提出的103年度总决算是经县长认定，县长机关嘛，只会当希望新任县长会当针对缺失好好检讨改进。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彩虹报道。啊，那过来，顶个月8月7日，苏迪勒洪台强风造成全台大停电，其中哦，彰化沿海乡镇因为受灾严重，在停电时间长达1礼拜外，而且过来传出有民意代表强压台电维修人员抢修，其中这管理员郭国斌不满洪抹黑城市黑道，带队劫持这台电的维修人员，是吞论这一个话话。郭国斌哦，佮嘛趁着这管理会召开临时会。的时阵，要求这彰化县警察局爱来查清楚，行伊一个公道。手提海报，县议员郭国斌不满的情绪一直起来，就因为8月7日苏迪勒洪台造成沿海地区大停电，同时传出真侪民意代表强压着台电的维修人员抢修。都拢袂要紧，你压车拢袂要紧，你一届带二三十个，我出去，你去压车拢袂要紧，对。啊！因讲支持县长的德政了，县长拢支持乐成了。啊，那边还不仁不义，对，是不是？郭国斌不满的表示，8月7日被洪台来，13日才去台电公司关心，说去用工作是黑道，带20几个人去压台电的人。郭国斌嘛当场向县警察局长报案，要来证明家己的清白。你讲我黑道的，我压车，我迄工一日去，你讲我二三十个压，啊，恁黑道的拢袂要紧，恁压车拢袂要紧。你一概带二三十个，我出去，你去压车拢袂要紧。啊，局长啊，你再查一下，啊，无这对我清白哦。放心，这爱我一个。针对议员的指责，县长魏明国嘛只会当笑笑来回应。县警察局长表示，会来调查清楚，厘清事实。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富邦人寿4年前开始推动这在地生活圈的计划，今年公以乐活健康为主题哦，特别邀请旅游达人林龙来到河滨演讲，讲过了后马上回来。健康创新，环保爱地球。中秋月圆人团圆，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我是彰化市市长柯建富，邀请各位乡亲士大9月26日暗时，做伙来彰化艺术馆赏明月、听暗花、泡茶看花，过了一个环保快乐的中秋节。职场无歧视，就业都平等。雇主对求职人不得以种族、语言、宗教、性别、年龄、婚姻、身心障碍等16项为由予以歧视。如您遇有上述事实，可向彰化县县政府劳工处提出就业歧视之申诉。就业无歧视，劳资好共识。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记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
在日子好无？伫个农民节当中哦，有啥物禁忌提醒哦？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哦。讲明仔拜二哦，嘛是旧历个八月七十，在为讲伫个正当风，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设置个当土家记号。活动消息：宣导交通安全。彰化县政府十九号的早起，是伫个在八卦山的大佛头前广场举办104年交通安全的宣导活动。主办单位哦，透过这亲子活动以及闯关游戏，予参与的民众对交通安全的各项规定有深刻的了解。小朋友开着玩具车，伫个模拟的道路顶端，同款爱来遵守交通规则。红灯，红灯哦，看这里，红灯，红灯要停哦。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对交通规则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主办单位表示，避免交通事故，第一是路爱好，包括飘线、道路设计等等；第二是车况爱好，要上路前一定要先检查车况。说落来是人爱好，也就是讲开车无饮酒，饮酒无开车。路要好，路的标线要好。路的设计要好，路的号志要好，好路未使空空一片，哦。第二个部分，车子要好，哦，车子不能抛锚，车子不能刹车失灵，哦，车子不能在高速公路变成不走了，哦，车况要好，哦。那一个是人要好，哦，开车的人要好，开车人当然不能喝酒。为民国强调，生命是无价，期待照着交通安全的宣导，逐年降低死亡率，进一步达到交通事故无成长，保障民众行的安全。大转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请到树卡雄雅这段音乐会哦，十九号、二十号这音乐列车是开来到鹿港加埔岩，由国家级的台湾国家团演奏，青年指挥家曾维勇担任这客席指挥，并且哦嘛来融入这中华的在地元素，邀请大川国校合唱团以及台湾童谣国宝徐福鼎现场演唱台湾音乐歌。台湾国乐团踏破的乐手演奏出优美的乐章，让台下的观众听得真入迷。欣赏音乐不一定爱到音乐厅，因为台湾国乐团规划青阿树卡雄雅基团音乐会来到庙埕大树卡，营造出属于台湾人民特有的音乐文化。一首台湾音乐歌，唱出当年时代记忆。台湾童谣作曲国宝徐福鼎嘛演唱《点啊家》中出名的童谣。哎呦，点啊家念着卡，小阿爸袂伫卡，伫卡苦困烂烂，要归人啊流嘴暖。台下不少乡亲到场支持欣赏，大家同款拢是台湾童谣的爱好者，聚集做伙，听到一首一首怀旧好歌，嘛好亲像是走入囡仔时代同款。文化部的泥土化的政策，如何把都会区里边的资源跟我们在地乡镇里边的文化资源相互的结合，所以我们这次安排了跟在地的音乐家、在地的音乐工作者，还有我们在地的乐曲的特殊的音乐素材，我们一起合作来做。
文化部指导台湾国家团用心规划演奏，要用国家来讲出台湾上界水的音乐故事，温暖听众的心。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富邦领袖举办富邦在地生活圈乐活讲座，邀请旅游达人林龙现身演讲，分享哦，这么侪年来丰富的带团经验，以及现出时上界流行的乐享生活观念，和何必定的乡亲，拢会当学习到快乐的方法享受人生。富足的人生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有幸福快乐的人生。富邦人寿活化每一个人的优质生活，在地服务推动在地生活圈已经进入第四年，今年更加以乐活健康为主题，透过专家名人的讲座，甲在地民众分享乐活的人生。在地生活圈，那里面有主要有三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乐活人生，还有就是理财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健康活力。那今年是举办第四年，也透过这个所谓的在地生活圈，那让我们富邦人寿还有包括我们的保护客户还有我们的人员能够一起结合，然后也就透过这个能够服务到他们，能够服务到家里，然后服务到他们，不管是理财还有健康的部分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忙。何必定为江泽请来旅游的乐活达人林龙快乐分享，伊的肢体表情活泼，气氛超嗨，参加的民众大家休息真多。当发生事情在理赔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是很专业，然后速度真的很快，他不会太过于行销，反倒是推广正面的力量。在我们像我们的和美的小地方，如果有这种座谈会的话，增加一些知识，那富邦也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金控公司，那当然最好是时常举办的。富邦一直是一个非常热心于在地生活化的一个公司，然后也是非常热衷于慈善，所以还蛮开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有空都多多来我们在地生活圈哦。富邦人寿全方面的服务满足客户无同的需求，嘛透过公益行善，帮助真多弱势囡仔来发展。继续性推动在地生活圈的计划，加上有温度的专业服务，带入台湾每一个角落。大专新闻台门市何美彩虹报道。春阿花讲是早年结婚一定爱用到的传统饰品。鹿港市的梅老师哦，受到这大陆电视台的邀请，伫咧节目顶面秀出各种结合创新甲传统的春阿花，要予人看到这工艺之美。因为我过去做工程，我对地基的那种设计的方式跟施工，前乙愿意在顾客看不到的地方，设计，我觉得是比较负责任的。前乙给我们那种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家。因为他走精品路线啊，就是饭店管理这样的，我想这对于我来讲应该比较吸引力吧。全宇文华苑，04-726-8777，甚至我到现在都觉得前乙不是很会做生意。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919，电话775-5919。乡亲，等下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来看这春阿花是早年结婚哦，一定爱准备的传统头花。传承这项手工技艺真侪年的施丽梅老师，讲受到大陆北京的邀请上节目，介绍这春阿花历史以及创新演变。在节目当中哦，施丽梅老师也阁展示真侪创新新娘头花的这主题春阿花，和对方的民众真配合，阁好奇。
灯会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技艺，长久以来拢运用伫咧祭祖礼俗顶面。但是对着时代进步，即马已经真罕看到顺手工制作的灯会。不过，伫咧洛江镇的施丽梅老师，传统搭配着创新的作品，吸引着对岸民众肯定，受邀请到大陆央视来上节目。其实这个从来是从闽南地方闽南地区，它的传统花艺结婚的用，因为时间的冲击啊，把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大家都遗失掉。啊，其实都是我的坚持跟把握，把传统的春兰会留下来，让年轻人可以再接受它，好像要希望把它留住，然后让他们可以接受老一辈的传统的这个婚礼习俗上用得到的。一项一项真时尚又够典雅的灯会，象征头饰等作品，嘛让大陆乡亲大开眼界。每一件作品拢是顺手工，一丝一丝豆豆啊填色出来的，表面就敢那丝啊金骨。这嘛是春兰花做工精油的最佳证明。十六七岁我就学习各种花艺啦，到结婚的时候我才专攻春兰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是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如果你用缎带花或什么，有一些材料的资源来着比较不容易，啊，这个是用只要绣线就 OK 的。我是觉得把一些花艺的融入一些春兰花的技巧的话，可以很延伸宽广。虽然春兰花头插顶作品已经红到国外去，但是丽梅希望台湾传统工艺在春兰花故事也是会当一直延续落去。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活动消息：彰化市26号要来举办中秋梅联欢晚会，今年真特别哦，以健康环保为主轴，除了安排名歌星演唱以外，又可以当欣赏管弦乐各乐团的演出。另外，现场也有在农特产品等收品上，以及电视等奖项的模彩。中秋佳节特别到了，真侪市民期待的彰化市中秋晚会，今年伫彰化艺术馆广场举办，将呈现出无同的环保健康的风格，以欣赏音乐为主题。除了明星歌唱表演以外，佮搭配着泡茶、赏花、农特产品展售等等，互亲子同乐、健康过中秋。我咱甲魏馆长呢，同齐来探讨吼，就是讲希望用一个不同款、有较环保、清新的一个晚会。所以咱讲晚会呢，分作上半段是由呢咱宋德赫吼乐团、甲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甲国乐团来担纲吼。那么下半场呢，就是咱看到这些美女呢，这个星空乐团啊，甲咱的民歌手来担纲演出。囡仔佫有甲准备着小小兵的互动，啊，甲真侪儿童游戏器材，佮会当参加咱的模彩彰化艺术馆第一次啊。开放呢，让咱这个民众来品茶吼，咱邀请了慧心茶集所有的这个茶道师现场泡茶，给大家会当来饮茶，可以当听到非常好的音乐响应，可以当看到咱高水准的这个尾灯吼活动啊，会当呢具备哦这个教育的这个效果。市公所26号中秋节前的晚会活动的节目非常的精彩，也够有液晶电视等大众的模彩。市长希望透过健康联欢的生活，慢慢改变中秋行卖的习惯，落实着健康、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大家新闻台记者彰化彩虹报道。来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总交易量哦，共有40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37块。继续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市价上价45，中价33，下价25。各类菜上价58，中价35，下价20。冬瓜上价20，中价13，下价10块。茄啊上价60，中价38，下价20。
西街上价35，中价27，下价20；包新饼上价25，中价17，下价13；花椰菜上价95，中价76，下价45；花椰菜上价47，中价36，下价24。苦瓜上价100，中价80，下价50；韭菜花上价107，中价104，下价100；葱仔上价96，中价76，下价50；苦瓜上价45，中价39，下价30。今日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拢会来落这个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落雨的范围会较宽哦，时间也会较长。提醒大家哦，除了爱扎这个雨伞甲雨满以外，嘛要注意这局部较大的雨势。气温方面哦，因为分量增加甲落雨的关系，这气温上悬哦是来到29度至30度，南部地区大约伫咧31度，这透早甲尾暗嘛会较凉凉。建议在早出暗归的观众朋友会当穿一件这薄的外套，较袂去感冒。以上就是今日9月21日开播大中华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出门看电影怕人挤人，怕买不到票，怕看到地雷片，别怕，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全额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让你在家轻松看，免费看，每部都好看，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